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痛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最预感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着慢，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在中国，利瑪竇這個名字很多人都會熟悉，他是一位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士，很多天主教徒都會在5月11日，即是他的死忌紀念他。為什麼他會這麼受人尊敬？原因是什麼？就不如讓我帶大家認識一下他。在400多年前，一位年輕的耶穌會神父利瑪竇 Matteo Ricci 來到澳門，那一天是1582年的8月7日。这里是著名圣保禄书院和天主之母堂的遗迹，利瑪竇短暂停留在澳门的期间，他就是住在这里。利瑪竇的掌上，当时耶稣会远东监会司铎范丽安神父就是葬在这里。利瑪竇在澳门短短一年，在这段期间他全心学习汉语和认识中国文化，但他很快就知道澳门并不是中国福传的理想中心，而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的行装举止更加不被中国文化所接受，而这一群葡萄牙人更加是代表着中国人憎恶的西方殖民主义。利瑪竇觉得最有效的传教工作是应该由上而下，由最高层做起，最好就是得到皇上预准，而最理想的就是连皇上都会归依基督宗教。但是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罗明坚神父和很多其他的神父都多次尝试进入中国，但每一次只是逗留很短的时间就被赶回去澳门，没一次成功。中国的传教工作就因为利瑪竇而最终得以展开。出人意料的是，当时两广总督郭应聘竟然发出批文，容许耶稣会会士在肇庆留居，而肇庆的知府王判亦批出土地给他们兴建会院，而一位葡萄牙的富商亦答应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当时罗明坚神父和利瑪竇神父带同有中国血统的翻译员菲利伯即时启程，他们去到广东之后办妥批文，终于在1583年的9月10日到达肇庆。虽然他们仍然面对不少困难和反对的声音，但最终都获准买地，在肇庆城东门外崇禧塔旁边兴建会院。他们的会院是一栋两层高的村屋，大房就用作来做小圣堂。而这个小圣堂是继唐代景教以及元朝方济会士来华之后，在中国的第一间小堂。肇庆耶稣会会院成为了在朝人士聚谈的地方，而这两位耶稣会士亦时常会参与其中和他们交谈。利瑪竇的居所经常高朋满座，访客络绎不绝。除了科学的展览之外，最重要是他们两位西方人士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肇庆耶稣会的会院内挂了利瑪竇在澳门已经开始制作的世界地图，而在利瑪竇离世之前，他仍然在努力不懈地修订这幅世界地图，令其他访客啧啧称奇的珍品还有西洋钟、三棱镜、日晷、书籍和数学习题等等。在会院里面还挂有一幅圣母手抱耶稣圣婴的画像，这件仿制品是利瑪竇来华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利瑪竇希望所有的珍品都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他上朝面圣的贡品。
罗明坚神父和利瑪竇神父都依照知府王判的建议，他们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剃了下来，穿上袈裟，在肇庆和中国人交往，争取他们的信任。而利瑪竇以西方和尚这个称号活跃于当地足足有十年那么久。两广总督更加赏赐了利瑪竇两幅很精致的匾额，上面写着鲜花纸和西来净土。利瑪竇更称为西方和尚，简单就被称为和尚或者僧人。知府王判时常都会到访利瑪竇的会院，偶然还会带同其他士大夫，目的是增加利瑪竇的声誉。王判对利瑪竇越来越有好感，而对于一些西方的信仰和风俗亦感到兴趣。利瑪竇这个中文名亦都是这个时候改的，而利瑪竇从此就记载在很多中国的古籍上，被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认识。自此之后，来华的外方传教士都会有改中文名的习惯。利瑪竇不单止用科学的知识和中国的官员交流，他还用音乐去做复传的工作。利瑪竇都有写音乐的，他意识到音乐是复传很有力的工具。当利瑪竇踏足澳门的时候，他只是得30岁，而他在北京离世的时候享年57岁。利瑪竇由澳门到北京，他复传的时间差不多28年。在这段时间，相信日子是相当艰巨和漫长的。利瑪竇的旅程极具启发意义，他上京途中的所见所闻令他更加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和他中国所担当的角色。利瑪竇所写的札记和他在上京途中不同的城市所发出的48封信当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在中国传教的历程。利瑪竇在信中是这样形容他的旅程的：我逐渐察觉到新的环境、新的视野和新的方向。耶稣会士在肇庆看起上来事事顺境，领洗的人数与日俱增，尤其是有识之士。利瑪竇深得人心，得到士林的尊敬和友谊，亦得到官方在政治和物资上的支援。不过就惹来很多无理的仇视和妒忌。在1588年11月25日，范礼安神父就命令罗明坚神父离开肇庆，返回意大利。利瑪竇神父在众多的困难之中孤军作战。1589年，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对外国人并不友善，他还将所有耶稣会士逐出肇庆。这一次的挫折并没有摧毁利瑪竇上京的决心，他转往广东的北部韶州，亦即是现在的韶关。在韶关，利瑪竇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利瑪竇获准在光孝寺附近买地起屋，他就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了一座中国式的楼房和圣堂，继续广交朝野学士。利瑪竇忆述伟大学者渠与葵皈依的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他是这样写的：渠与葵领洗后才坦白明言，他来见我这个西方和尚的真正动机不在于宗教，而是听闻我懂得辩金术，他主要是想发达。利瑪竇明白中国的学者和他交往最初的动机是各有不同，但当他们接受了信仰之后，他们的信德才是真的。渠与葵在领洗之后不单止成为了一位热心的教友，他还是利瑪竇的拥护者，他亦都同他的朋友介绍西方的科学。利瑪竇逐渐发觉基督信仰渐渐被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和尊重。渠与葵和其他儒家学者都鼓励利瑪竇不要再着袈裟，而是要以士大夫的装束示人。利瑪竇亦逐渐察觉到着袈裟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未清楚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他发现中国学者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比和尚高，而他觉得自己扮演的身份是似学者多于和尚，于是他决定以西方学者自居。1594年，利瑪竇将翻译成拉丁文的四书送到欧洲，而这本亦都是欧洲第一本中国古籍的翻译本。利瑪竇希望西方人都能够读到中国古籍，而且慢慢欣赏中国的文化。
除此之外，利瑪竇更发展出第一套中文拉丁拼音系统，在早期的字典和词典里面运用。1589年，另外一位耶稣会会士麦安东神父被派协助利瑪竇神父展开他在韶关的传教工作。好不幸，麦安东神父在底部后两年就患上疟疾而逝世。石方西神父随即被委派接任，不过亦好可惜，石方西神父不够两年就去世，剩下费南德之修士协助利瑪竇。1594年，另一位耶稣会会士郭居正神父又到来协助。利瑪竇神父好开心，因为他可以将一切事务交托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启程去北京燕见皇帝。他的美梦终于能够达成了。当时利瑪竇的一位官家好友刚要上京，于是他就带埋两位刚进入耶稣会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上京之路。他们这次旅程相当惊险，他们的船触礁，所有人都被抛落海。利瑪竇是完全不懂游水，但是他竟然奇迹生还。不过当中一位年轻人就遇溺死亡。利瑪竇感到非常难过，而他这位官家好友亦都变得非常害怕，要求他们立即离船。在利瑪竇恳求之下，他这位官家好友勉强肯送到他们去南京，然后由他们自己再继续上京之路。利瑪竇唯有接受他们这个建议。因为未得到批文，所以就算他们到了南京都不留得低，只有取道南昌，在那里站住，再等机会回返南京。在南昌，利瑪竇的人生就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但这个改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之前的旅程和经历逐少逐少令利瑪竇有所启发，令他从更深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社会文化。利瑪竇对早期的儒家学说兴趣大增，他从孔子所讲的天和上帝，看到基督徒所讲的自然宗教，以及凭理性去认识真神的肖像。在这一点上，利瑪竇看到早期儒家学说和基督宗教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他由西方和尚转变成为西儒。利瑪竇字西泰，意思是西方学者，他亦以此自称。利瑪竇改穿儒士绢服，束发流须，打扮得好像当朝士大夫一样，还戴上官帽。利瑪竇在罗马，他从他教授那里，特别是从格拉维斯神父那里所学到的地理、数学、天文这些知识，绘制地图、制造地球仪和各式钟表等技术，都成为了他和士大夫交流的重要资料。利瑪竇破解了不少因为误解而造成的猜疑，他真真正正成为了东西文化稳健的桥梁。在南昌，利瑪竇开始他第一本汉文著作《交友论》，而这本书是为非基督徒的普罗大众而写的。利瑪竇的《交友论》大获好评，而且极受中国学者的欢迎，因此多次翻印。自此，西儒利瑪竇发觉自己写作的圣召，在信里面他是这样写的：在这国家里，著作比讲授更为重要、更正确，甚至更为可信。利瑪竇非常重视他写作的使命，他跟随了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学习著书的方法。在他整个著作过程当中，有很多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他和弟子一起合作写的作品。而利瑪竇总共写了22本中文书。利瑪竇神父觉得中国学者要接受耶稣福音之前，他复传的前期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在南昌逗留的期间，利瑪竇完成了他其中一本最伟大的著作《天主实义》。这本书是以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话的形式而写成的。利瑪竇在书里面是这样写的：本书应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用，亦可远达传教士仍未立足之土。本书让人接受我教之其他奥迹。《天主实义》这本书在利瑪竇离世之前至少翻印了四次，而其中两次更加是由非基督徒去翻印，而这本书更吸引了不少人去信教。
康熙皇帝亲自读过呢本书之后，喺1692年下旨宣告恩赐传扬福音嘅自由。乾隆皇帝虽然曾经迫害基督徒，但就将天主十义列入四库全书之内。1598年，利玛窦抵达北京，本来有机会留守当地，但因为当时政局混乱嘅缘故，佢逼不得已只好返回南京，再静待时机重踏上京之路。南京是中国著名的成都，素有六朝帝都之称。马可·波罗曾经在1280年来到南京，他认为南京是世界上最大最美丽的城市。当利玛窦居住在南京的时候，他认识了很多当朝的名士，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徐光启，而徐光启亦成为利玛窦的挚友和支持者。徐光启更被誉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于是利玛窦的小楼经常都挤满喜欢听他讲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的访客。高官更加希望这位西方贤士能够寄居在他们的城市之中。利玛窦声名远播，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他经常以上宾的身份被邀请出席无数的宴会，同嘉宾畅谈有关宗教、科学、哲学的问题，亦经常公开同其他人辩论有关哲学的论题。1600年的春天5月18日，利玛窦受住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支持，于是他决定再上京。利玛窦同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带同贡品再次启程，一路上他们都畅通无阻，直至到达临清。他们受到宦官马唐的势力所阻。马唐是临清和天津的一个税监，他贪污舞弊，危害忠良。马唐将利玛窦等人的所有物品充公，敬献给皇上的礼物亦被扣留在天津。他们大约耽误了6个月的时间。更不妙的就是马唐居然捏造事实，陷害这一班传教士。幸好皇上一早听闻这一班西方贤士，又知道他们带同礼物进见，所以立即下旨命令他们入宫，等他可以欣赏到这一系列的新奇礼品。最后利玛窦在1601年的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的梦终于达成了。1月25日，利玛窦和庞迪我神父将礼物交给宦官，还特别安排利玛窦和其他等人一起住在皇宫里面。万历皇帝亦极喜欢利玛窦所画的地图，还下令利玛窦再画多12张。利玛窦曾经讲过，除非得到皇上预准，否则我们的工作是没办法安稳的。现在这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已经能够在宫中生活了。虽然他备受尊重，受着好像外交使节这样的款待，但他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复传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利玛窦在宫中生活就好像被隔离一样，不能够在城中自由活动，亦经常被有势力的太监监管，防止他们同宫中的官员接触，因而见到天子。在宫中呆等了4年，利玛窦有幸得到权贵的好友帮助，终于可以离开皇宫。利玛窦在皇宫附近自治居所之后，才能够可以自由接见朋友和继续复传。而皇帝更继续赐予俸禄，利玛窦的居所里面建有一所他梦寐以求的大教堂。这里是北京圣母无缘聚堂，通称南堂。这座教堂在1605年建成。这一所新圣堂、新的耶稣会院成为了利玛窦和他朋友聚首之地，而在1650年由汤若望神父照原来的面积重建。教堂东西两边的墙壁都挂有皇帝御赐的两幅牌匾。得到了官方批准之后，利玛窦就好像在南京的时候一样，在屋企接待访客。利玛窦的屋企就好像变成了传教的中心。他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无法推迟的宫廷应酬，络绎不绝的尊贵访客，他们都热切渴求这一位西方学者的教导。利玛窦要领导所有的传教者以身作则，勤劳不绝。他还要跟各地的神父以书信来往，教育新的教友，扶植望教者，开导外教人。
还要著书立说，亦要监督兴建中国首间大教堂的工程。在他心力交瘁的重压之下，在1610年的5月3日，他一病不起。利瑪竇神父这位由西方远道而来的伟大学者，最终在1610年的5月11日傍晚，在北京息怒归主，享年57岁。在病榻之中，利瑪竇神父写下遗书：兄弟们，我常想尽办法希望推展中国的传教事务，现在我想没有比我的死更凑巧了。这位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圣贤真是讲了先知的说话。利瑪竇的死对中国的信众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恩赐，他的死召唤了一大班信众、士大夫、朝廷命官前来，为这位伟大的东西方中介人作吊唁。利瑪竇神父在北京的墓地是基督宗教植根在中国的重要标记。利瑪竇来华之路由澳门去到北京，成为基督宗教融入中国文化的灵修之路。利瑪竇在启程之前由澳门发出的信里面，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不断敲中国的大门，直至仁慈的天主为我们把它敞开。利瑪竇是第一位获预准葬在中国国土的外国人。自此之后，很多外方的传教士以及中国的传教士都被安葬在这块墓地里面。他们的坟墓式样实在是文化融入的最佳例子。墓碑上面刻有基督徒的标记，碑文是以古文撰写。矗立在这里的墓碑很多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曾经受到破坏，后来又被重修。而在1984年，中国政府重新整顿这个墓园，重列它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这位从西方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是打通欧洲和中国文化关系的先驱，更是现代中国教会的创建人。无可置疑，在历史上利瑪竇是显赫出众的人物，而在中国的复传历史上，他是最独具慧眼和创新的传教者。We remember the life of Matteo Ricci. He was my own hero. When I was a boy, I read the biography of Matteo Ricci. China at the time seemed to be such a far off and mysterious place. So Jesuits were often men who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 challenging and different. That sense again of doing the greater, responding to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So he left behind everything that was familiar and went off to the what at that time for a European was the furthest reaches of the globe. And again, by making himself vulnerable, by leaving what he knew behind, he opened himself up to just a tremendous adventure of encounter with another culture in which he rediscovered his own faith as he shared it in a very gentle way with others. 希望大家可以效法利瑪竇神父，成为一道桥梁，令到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可以互相了解。一个位于葡萄牙中部的小镇，为什么每年吸引400万人去朝圣呢？去到花地玛利亚，觉得是即是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我那时候知道，已经知道有圣母显美三个牧羊人了，我那时候都有很大的希望去有一天去到花地玛利亚朝圣。今个星期的爱常传就会带大家看看花地玛这个圣母朝圣地，了解圣母在当地显现的经过。看完这一集《爱常传》，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同时亦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爱生命》。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品，请来我们的生命恩泉书社参观选购。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天主保佑。